笑，大仙不闹。么么哒，打人机。我跟你讲，那个人机很好赢的，你选对阵容就行了。你看这个阵容要不要？这个阵容明显就不要嘛。然后上一步继续确定要不要这个阵容，不要。上一步确定要不要，不要。确定要不要，不要。啊，点错了，点错了。哎，怎么开始了？来了，可以退出的吗？要退一下吧，我一定要揉到曹操。曹操是真的猛，这个曹操这个电脑他最起码荣耀王者，荣耀王者起步，其他的都是最强王者，不一样啊。典韦不要，橘右京不要，橘右京不要，橘右京不要，不要。OK， 包赢，好吧？你要相信曹操，曹老板在打野位置上亮眼的发挥。你还挺跳的嘛？你这么执着吗你？怎么改呀？呀呵，挡一下，挡一下，弹弹了，弹。好吧，好，荣耀曹操到场了，一手一技能，一技能过墙。Goodbye。OK OK， 开始了，曹操开始带节奏了，好吧，兄弟们，搞起来了呀。曹老板 ，No， 嘎了。咋说？开大，你追着打，操作有点问题，但问题不大，因为人机有那个皮肤奖励嘛。有些兄弟打不过，我给你推荐几个英雄就行了，你稍微刷一刷。这个曹操，你看，他这这这边到处砍。六，好蹲。虎牙688，每晚7:30，咱们不见不散。